来，有人要吃牛柳无？这铁板牛柳，这炒菜上好吃啦，炒饭、炒面、炒洋葱、炒蒜头、炒葱啊、炒辣椒，哦，这牛肉出弄的哦，哦，这我炒一摆，以后我两摆炒五百的哦，来，我招两个人客，我唔敢讲伊做好吃啦，啊，不过八月应该拢过来啦，吼、哦，牛肉真正拢牛肉够济啊，伊这做真好看，你少少其实炒的足济，全部五个饼钱300，上面只300，伊买300，这两包够送你300，这两包够请你来300了，进来啦，买等去炒吼来300了，来300够要吃嘛，300块，啊，全家拢买袂啦，全部拢来啊，全部来。等下，全家拢我理啦，家家拢食食啦，无理多少变来啦，再过来，来300个坐咧上面食，来300块咧，来300块个坐咧上面食，铁板牛肉炒炒就做好食啊，300了，300块拢有啊，来谢谢，阿你阿多感谢你，来，莫错，鸡啊我都一盖莫两箱哦，一盖两箱来啦，我鱼头恁食食啊，鱼头恁食食，互恁爽啊，无第一句话，互恁爽。后壁先刷一个不用走先去，大只鸡啊，大只啊，搬过，唱动个啊，唱动个，这无唱袂使个啊，无唱袂使个啊，来，拢来挂挂，一表杯了，吹了，大家嘛买较够。这恁绝对大家拢买啊，这无可能无买。我先甲恁报告，我这只是规只个哦，内底是规只个哦。阮昨底啊试食吼，迄只凤爪，迄只凤爪真正当中会大家学落着，啊是因大家学落着凤爪。大只鸡啊，要食的人加一只饼钱落啊，啊，这只大只啊，内底是规只完整的规只啊，黄金鲍鱼鸡，一只总起就1800，完全免一问我灌落大底，恁全部清清淡，一瓶四只落啊，先客钱先赢，200块落来，200块落来，200块。看你要坐咩鸡啊，规只200，200块落200块。看你要坐咩。几只啊？这个几两个？大把刀还当两只，你讲大把刀？哦，我咧有。哈哈哈！大把嘛，大把刀。伊咧确定有大把刀。这刚刚有。有就有，无就是无。伊咧真正有。无啦，这啦，这边多。你叫我坐，等下。你叫我坐。我发现交一百块，还袂乱。你先交一百块。啊，穿咧这样一只还袂乱呢，吼，来，来落去过。你还佫几只？你还佫三只尔。我要哎呀，你个不要吃，好，你个感冒啊！哎，你个不要吃什么不？鸡米花，五百罗，行啦。好，牛腩，五百罗个牛腩。腿排好，无问题。我咧话足紧嘞，恁讲啊，我啊几下啊，我来处理掉啦。你个迄个准备个两包去，挂挂免去，好，摕两包，下日只我再去处理。来，上面吃牛肉咯，大包21-1的牛肉，一鼎外口煮的200块，21-1啦，无要其他细钱，两鼎煮的1300块，卖就1800，200块我唔免开600咯，600块大鼎哦，来怎啊？这包佫送你600包过来，多少钱？600块咯，600个要吃牛肉咯，全家拢无啊，到咱后边有无？有啊。来600个要吃无？牛肉炉。400咯，安尼无啊？好起来。400个要吃，最后一个没有了，还佫头前一个，卖佫走。最后一个200无啊，拜托你了，真正没有了，真的全部没有了，200块。好，我来了，哪个地方？来了，无啊，牛肉咯，买超一只，鸡牛啊，啊，有人超我啦，来弄我一个，来上面吃鸡米花，来，下面一包，来一包给我，现在我收到。你唔捌买过人客吼，迄一包买过，买一包你唔捌买过，你试食看嘛。迄阵一箱了对吧？给我做完。人来买一包，唔是无原因的啦。我讲啊，你哦，你物件买着，你歹食，你也买一包。迄就是买着好食，唔只买一包。啊，为什么伊也买一包？绝对足好食，唔只买一包。300上面是来你试食看嘛，300块了。你唔捌买过鸡米，我来300，你试食看嘛。300有人要食无？你摸我卖无半个哦，300一个人客咯。好呀，差吧。百五落啦，百五试食看卖啊！你唔捌买过，买百五食看卖啊！一百五上面只系百五，
收，另外边啊，包叶顶管，来过来迄个牛腩去，好吗？牛腩，果冻，快去下去啊，顶管，好了。哎，我给你摸落啦，快嘞！牛腩啥物事？这牛腩咯吼，这牛腩，这来搅拌搅面落啊，这拢好个，这拢煮好个，这熟个，这我煮个一包三块，两包七百块，免七百，免六百，五百，三百咯，三百块咯，等下等下，这包搁送你啊，三百几几重个，哪个几块？我一个。来，一包三块，两包七百，三百啦，拿七百块你啊，几几重？三百块要吃红烧牛腩，这牛肉这用我烧就爽好吃啊！搅拌搅面凊彩，你三百块要吃，搁一个人叫我出去啊！三百块再一个客人，非常的好吃，好、哦、牛肉搁弄三百搁一个，三百包过谢谢。来，最后先去三百，你无买着，人家你啊？最后去三百，你无买你有，我试吃看卖好不好？一百了没有了，一百块，上面试吃一百，包过三百。最后一个没有了，包过结束了，无啊？过来要吃啥？牛肉老板可以问。我甲你讲，我甲你介绍一支产品，你也无甲学了，甲搭住我凊彩你来，鸭腿甲我起起，鸭腿起起，鸭腿伫你面前起起。一箱尔？一箱尔无爱哦。有啊。规支的鸭腿哦。哎，鸭腿有无？微波烤箱凊彩你。我啦。微波烤箱凊彩你，注意听我介绍这支鸭腿哦，这你一定爱买哦，要求好招。等下微波烤箱就会动啊，来。这啊，去餐厅吃一个鸭腿啊，甲你排盘排好水，一支鱼啊白啊，鱼啊白加鱼啊白偌济。我啦，我来讲鸭腿全车，恁爱一定爱买吼，一定爱买。下面只熏鸡同款，腰瘦好食，真正我袂甲伊好难，我唔是好难吹。看什么？他刚才那个钱拿1000块找的，他拿300的时候拿错了。什么拿错了？钱拿错了，他1000块给你找的，买了500块的，1000块没了。有一张500的话，有一张500加在里面的，你看一下。真的呀，干部。500是吗？没有啊，刚才他给你买这个300的，给你钱给错了。有一张500的加的。那、啊、他给多少？他给300，他、啊、里面加一张500的啊，那样、啊。对，这是1000块给你的。干部，我不知道他没说，他爸爸给他有一张。有啊。开始就给你一张1000的。你看嘛，有五百块的。他现在是要多少啊？你500。没啦，没啦，400啦。500，他就总共1000块给他找的。400块。没关系的，我没关系的，多少、啊？我要多少分你？四百啦，因为你若摕300夹一张500，你就是爱搁找400你就对啊。好，对不对？400就对了啦。对了，没事哈，说一下就好了。大概有代志就讲就好了，无啥物代志哈。来，那个来，这鸭腿哦，这鸭腿哦，这规只鸭腿哦，来，想要吃鸭腿的人，可以卖讲这两支看啦。请来啊，请来。啊，对咯，你讲存钱了。卖卖400、300，你也我唔免啊！我全部做一口出去，先给钱先给开200了，来200块上面是鸭腿200好了，来200块，这两支卖200，你就太当伊啊，免来花啦！你搞卖200，这两支卖卖送你啦，安尼客家等于食钱啦，真正无啊啦，200块客当啊，你也买着其他现货啦，来啊，冲来啊，其他客也无啊啦，三个都也无啊，200了啦，几位嘞？最后一个200上面也无啊，鸭腿啊，变到4支啊，无好笑啦。等一下啦。来了，再接啊！好，转转。我应该。啊，最后这一包上面有无啊？好的。这才比较大台。过来要吃啥？做更大的。啊？腿排这个，腿排等真久啊。干啥？腿排啊？对。摸乳腺，摸乳腺。上面就腿排。腿排上面啊，200你话收钱啊？你要几分？九分啊，两分，10分啊，10分咯。你讲哪几条？来啊，一条。我等下叫拍。这腿排啊，这用切在规鸡腿啊，一支鸡腿、两支鸡腿、三支鸡腿、四支鸡腿、五支鸡腿、六支鸡腿、七支鸡腿啊，这三支鸡腿要啥？鸡腿要无骨的哦，十几号你哦，来200。来200，再上面吃鸡腿啊，200块。200个人无买着哦，200块。来100好啦，试吃看卖，卖无买啊，100块鸡腿，100无骨的，100块，100块，100块。100块。来发过啦。来，谢谢，我收掉。你要来啊？哦，你要鲑鱼蛋，我收掉，先收掉。好，我先发了。来，你迄、那个即先来，还过来换迄鲑鱼蛋。等下我帮你摕啊。安怎样？箱啊。哎，不，哦，箱啊，看有无？两卡，两卡。来，遐有啊，啊，像你去摕啊，箱啊，摕两卡。两卡。上面吃这個，来300了，来300块，来300，你要500啊，来这个500，加那300，你这边全部都要300，两份，300，两份就是600。哎、欸，你拿着，你自己拿着。我先拿
你看这人哦，这要两分，是要十五，伊讲无的，你给过？两分啦。哎，对。哎，安尼我处理好啊。啊，啊，这下我无够少点话，无够啊。这都要红龟，这都会红龟。攞几块？一起就好。你三百两块，五百块，千两三四，我都该找我攞几块进来。嗯，你先放，等一下你要走，你不要拿，你再放就对了。来，走走。没有，我说你提走就好了啊。这三百也行。哎，三百。千两三四五，来攞几块？来六千一百。对，好，十、十一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，我也。